经渗到里面了，正在救援。黄一点点烂，不要黄啊！现在消防队我们都到阴影岛了，我们现在消防队都到了，大家不要黄，有序的听我指挥都可以了。让大家守着桥，让从这里面进入出去。现在基本差不多了，现在基本差不多了。